有没有想念我？有，收到了，我也很想念大家哦。那很开心，真的，我们大家哇，一阵子好像快半年了吧，大家不见了，大家好像变壮了。那我想今天呢，我们首先感谢老师，他的线上课程还是一样那么热衷，那么的勤学的教我们，我们也很开心的让大家一起见证参与，他很精心的安排今天的会。那我们谢谢老师，我们也谢谢梦想咖啡馆，他提供这么棒的场地，让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享音乐响宴。谢谢，谢谢梦想咖啡馆。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好日子，好日子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是什么日子，好不好？新春社大欢月上公益100周年秋季线上课程其中音乐分享会，来热情音乐。我想大家都很开心，今天能够又面对面的，然后听老师。虽然我们今天没办法上课，但是我们其中音乐分享会还是很棒的。我们一定要邀请老师来跟我们讲几句话，要不要热烈掌声？掌声不断。大家好，我就简短的做一个开场。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，更没有平白无故的缘分。那我们大家因为秉着爱音乐，那热爱这一把萨克斯风，那也许你我的这个月圆，一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八年，甚至十年，那老师期待，因为这把乐器把我们圈在一起，那我们大家互相陪伴，互相休听，那互相学习，那互相的成就，让我们每个人变得更美好的自己。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一场晚上灯光好。灯光美气氛家的这个再度的造访这个梦想咖啡厅馆的这个地方呢，那在这个很熟悉的舞台上，可以渐渐的释放了你们的压力，然后没有压力的慢慢的去享受你的舞台。那其实也是等于是我们在这个疫情以来，我们的仁聪大哥说我们是全国的第一堂的冲出来的那个线上课程。当初我们新庄社大三班非常给我力气的这个你们的修听，那让我们的课程可以一直顺利的开下来。然后在这个上个礼拜开始到延至今天第三场，我相信也是所有的几乎社区大学，我讲的是社区大学课程里面，也是我们可以带出一个小小的一个音乐分享会。而我的上次的西班跟黑管班，真的在这个线上课程里面，大家真的进步好多哦。这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共同激励，那也是各自的努力，可以这样子的再往前跨进了一步步。那今天呢，老师就在这里期盼大家怀抱着最轻松的心情，那最亢奋的情绪，那在这里展演，为自己的人生再度的留下一点点的美啊！那祝福大家今天晚上玩得开心。那我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美丽主持人玉霞。